Discovered, the roasted coffee bean cottage industry in Ijok, Kuala Selangor.加糖是白咖啡咯，加糖就是黑咖啡咯。不过冲了出来，它颜色是一样的啦。颜色黑咖啡比较黑啊，比较高。高温一下，然后把那个机器再搅快的会不会快一点？啊，这样就可以啦，因为这个啊，要慢火嘛。哦，要慢火啊。慢火嘛，给它里面熟了，然后到外面了。快火时里面还没有熟，外面就熟了。哦，慢火。慢火，然后加糖的时候才火，加糖，好了。哦，现在这个是要煮的话，多少久啊？现在这个差不多45分钟了。就是从那开始到现在，一窝了咖啡，一窝45分钟。哦，40分钟。对。难道里面有加些什么东西，特别东西？ margarine啊，盐啊，糖啊，芝麻啊，这样。价钱啊，本地豆很比较贵了，现在。本地比较贵啊。本地豆啦，本地豆。难道你们都是什么地方来？像我们的豆都是从进口的咯。哦，进口的。进口进来的。哦，本地豆会比较贵啊？什么理由啊？现在比较少人种的了。哦，比较少人种啊，因为啦。50多年了，50多年的历史。难道他的煮的方法有没有改变啊？到现在？方法没有改变了，没有改变。都是用木材咯，也是你们的卖点了。我看这个也是，是吧？这样子。
Take your time, slowly sip a cup of good old black coffee and let the day goes by.